等我记录一下先，今日嘅造型系揸长途车嘅造型。哦，我啱啱揸咗个半钟啦，我又喺 Birmingham， 即系我住嗰度啦，就揸咗上嚟 Oxford 嘅呢个 Welcome Bridge 嘅，即系可以俾你喺高速即近可以停一停嘅地方咯。咁我就谂住去下厕所饮杯咖啡，喐动下之后再继续揸去 Brighton 啦。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继续再揸多一阵嘅，但我又唔 sure 我可以揸几耐嘛，始终都系第一次揸，因为个路程应该大概系差唔多三个几四个钟啦，计埋塞车嘅话应该就四个钟啦，系咯。但其实我啱啱出嚟系喺 Birmingham 出去，即系去呢个嘅上高速嘅时候有少少塞咯，之后都冇塞过咯。咁然后咁总系有一条线咧系好多大车噶嘛，咁大车就基本上一定系佢哋可能揸60几或者50几咯，系啦。咁如果你想快啲就可以揸翻中间啦，即系我发现咧，你揸中间咧，譬如佢高速嗰度，佢 limit 系70啦，其实啲人都系揸起码80咯，系啊，即系冇人真系揸70咯。不过佢有三条线嘅，如果你真系揸70咧，都冇太大影响嘅。咁后可能你就会见到后边啲车系咁过咗你咯。咁我就揸一开头我就揸最侧跟嗰条线咧，因为始终唔系。又唔熟路啦，又唔知点样啦。咁由揸揸下，我觉得啊，好攰，因为佢直头揸到50咯。之后就我见咁啱咁隔篱又冇车啊，咁我就过咗中间条线揸啦。咁系咯，就我觉得我阵间应该都系会揸中间条线咯，唔会揸最侧近嗰条线，因为真系太慢了。不过我唔会揸超过80咯，有啲车应该有揸超过80，即系第三条线嗰啲人就应该有揸超过80。因为我架车系细车咧，如果我再揸快啲咧，其实都几飘下咯。其实我揸到80都已经飘飘地，不过冇嘢，你揸实啲个胎盘咯，唯有咁系咯。so far 都几顺利啊，我觉得。我而家去买啲嘢饮，之后可能食少少嘢，因为我今朝起身就食咗个蛋糕仔，食咗少少朱古力啦，咁即多啲糖分，谂住个人精神啲咯。我去买朱古力，再买一杯咖啡。本身住买 Starbucks， 但系唉，又懒得去排队啊嗰啲，求其喺超市买咗个 Costa 嘅 Costa 嘅 Fat White。我喝過 Costa 的 Fat White， 之前喝過它的 Latte 都挺好喝，我覺得。我剛剛在 Bubble 餐廳1:30，不過那間是米芝蓮的餐廳，所以又不想吃太多東西，免得待會吃不下東西。在这个环境真的挺方便。我想买到一副是没有度数的，但是也是一些 reaction 的眼镜，那我就可以戴 con 的时候都去戴，但是只可以放朝早咯，因为夜晚我有散光呢，揸车都是很不舒服的对眼，因为它们全部都开始大灯的嘛，散光就是见到啲光就会即是散开晒嘛，所以就都挺辛苦。因为我都不知道今天的天气是怎样，我今天出门口也是天阴阴的，现在一路都是天阴阴，但是呢这个的天气就是你揸揸下你又会很大太阳，它大太阳又不是很耐的维持，可能几分钟，但是就挺尴尬咯。即是你如果你揸车
可能你拎得副太阳眼镜嚟咧，咁你已经过咗个太阳噶啦。所以我觉得我呢啲眼镜系劲正，即系劲适合喺呢度揸车用。系咯，如果我得闲嘅话，我直头买 cam 嘅时间都冇，因为我而家系星期一至三朝早都要学英文啦，之后其他时间一至五都要翻工啦，所以都超级忙。礼拜六日啦，又要烦搬屋嗰啲嘢啦。但系今日我请咗放，我请咗两日假啊嘛，就系休息呢两日咯，就系休息呢两日。但我自己又安排咗好多嘢俾自己做，系咁。即系又要温书啦，温书我谂紧，啊可能星期一佢多咗日假期，嗰日先温书咯。之后英文啦，学完嗰啲英文都要温习下啦。其实佢学嗰啲英文都唔系好难嘅，我搵一系咯，我再拍一段片同大家分享，我觉得真系好有用。如果你英文唔系话，是即是去到 native 那个程度的话，真的是可以去学下这些，去上那些堂，是完全免费的嘛。然后是的，我今天的行程就是我去了波神，一会儿我发回个钟先，我现在数完了。是的，然后一点半呢就是餐厅吃的，去完的呢又回酒店啦。系咯，食完翻酒店执拾下，之后咧就应该会去龟藤沙滩啊，或者一个单滩咧行下，系啊，行到咁上下，可能五点钟到啦，我就 plan 咗去食间寿司啦。嗰间寿司系睇 Moving Shop 系啦 ，Steve 佢哋介绍嘅嗰个，好似有得食。托羅嗰間啦，因為見到啲相勁吸引啦，同埋佢話真係好食嘅，所以就想試下。之前有去 Birmingham 啊，或者去邊度咧？去 Oxford 食嗰次嗰啲日本餐都真係好唔掂，係啦，就想趁生日呢兩日啦，就食間好食啲嘅日本餐。我發現呢個角度好似低下，係啦，之後。第二日啦，就酒店有早餐食啦。咁我都仲谂紧食唔食晏昼好，因为我惊食完晏昼好饱咧，揸车会好眼瞓。因为夜晚就翻屋企同屋企人庆祝生日，即系正日咯 ，exactly 系正日就同屋企人过生日。咁由17号咧就要搬嘢啦，系18号可能都系执屋咯。因为我其实我今朝咁样走。揸车出嚟啦！我间房系劲乱，未执过上帝头发，啲衫又未洗。不过我翻咗，因为我呢三日系完全个时间系劲剔啦。然后我觉得我有时间瞓觉已经都好偷笑，即系都算系每日大概有7个钟到，系咯，每日大概有瞓7个钟嘅，所以都算系咁噶啦。我又觉得好多嘢做。然后系咯，礼拜一温书，之后又开始翻工，又开始又做乜？咁之后应该搬完屋之后，应该礼拜六日多啲时间啦，希望就可以拍多啲片咯。就系咁啦，我休息多一阵就揸车，因为我头先系10点嚟到啦，而家都差唔多10点半，我食埋呢嚿嘢，饮几啖咖啡就行。